中秋节快到了，你们吃月饼了吗？这个也是那天朋友送的一盒月饼，那天已经可能带孩子开开吃了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，包得很，包装很精致。这是什么奶黄的，上面写没奶黄馅的，里面就这样一个一个小小的。我看早上起来没事干，拿一个来吃，那天吃了一个觉得还不错，挺好吃的，就这么小小的一个，很小巧。我不吃，我不爱吃月饼的。然后餐馆里面他不是那个叫货公司嘛，就我们平常叫货的那个公司，每年到了中秋节的时候他们都会送月饼，餐馆里面还有三盒。然后那天那个朋友拿了两盒，一盒这种的，还有一盒那种福州人吃的那种很大的很大的那种礼饼，拿了一个来。我平常我是不吃那礼饼，我更不吃，我动都不动的，这种的月饼不定我还吃了一两个还会吃，那礼饼我是不吃，拿一个来吃。看今天外面的天气很热啊，蓝天白云，微微的风，兰花呀，你看一盆开了这么多，真美呀。白天还有点香味，晚上不香。为什么这兰花原来野生的应该是很香很香才对，为什么种植一下它就变成香味就没那么香了呢？本来这兰花应该很香才对呀。你看开了五只了一下，一盆里面，然后还有朋友叫我拿送兰花，我说可以啊，送兰花可以，你自己来拿呀，你叫我送我就不可能，我这兰花是我的宝啊。你知道我这兰花种了多久了吗？跟我这个昙花差不多，起码也有七八年了，这两三年才开始开花。我轻易是不送人的。飞龙购物商场，我们今天到八大道飞龙，布鲁克林飞龙。你车里几个狗？三辆。哦，我也有。他推车上去吗？有。那边拿一下。啊？爸爸拿了。哎。走了，上去。还远啊，这唐人街地方肯定没有，必须戴口罩。要买什么嘞？青菜可以看一眼。喝的东西你们要买吗？没买喝的东西。没有买喝的东西。还有三七一样的吗？还有什么？那个不是啊，那个切给他。哦，要吃藕吗？是啊。啊？是藕，你自己要吃一样吧。买两个，就买这两个炒的，嫩嫩的吧，这两个可以。莲藕是一半，一块两毛九。买嫩一点的。没什么东西了，这么吃。空心菜一块九毛九一半，都没东西了，架子上都空了，这么迟来买菜。空心菜199呢。
这个什么奶油菜也是199。剑兰苗199。要不要剑兰苗？是不是剑兰苗？我不要。蚕豆，蚕豆169，蚕豆还可以。我那天蚕豆街买2块多，蚕豆街贵，不蚕豆更漂亮。芹菜2.49块。大蒜苗，这中国大蒜499，中国大蒜一直以来都很贵。西大蒜229，香菜1.49块，葱2个2.5块，这2个2.5块，西洋菜2个2块钱，1个1块钱吗？这个就是上一次我做雪里红那个芥菜了，小芥菜1.49块。这个炒白果就很好吃，白菜心，白菜心1.99块。糖芥菜，糖芥兰，糖芥兰跟小芥菜有什么区别？糖芥兰199，很老啊，跟吃草一样吃起来。生菜199，生菜299，菠菜179，韭菜没写价钱呢，韭菜这是一把一把的，它这价钱在上面呢，要多少钱？2.2块。这一半多少钱？我都没看出来多少钱。好了，这一把2块多。那韭菜好大个，要买韭菜吗？哎，人呢？韭菜花399。莴笋199。这个蚕豆299，为什么还有这种绿色的蚕豆？这种绿色的，那它这种怎么还有绿色的？这种169，这个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吗？一样的。很多干货，鱼干。这个木鱼干一半。24.99块，木鱼炖猪脚，哇，味道好重，嗯，好香。黄花咸鱼切条，把这一包9块钱。鱼干就是很贵，鱼干很贵。金针菇啊，1个2.29块。以前的金针菇1块钱、2块钱一个了。现在金针菇也卖得很贵，229一个。
心菜199，这种水培空心菜。油菜，油菜129。生姜1.19块，119生姜。现在大蒜就便宜了，这5个1块钱，9.9一个，以前卖的好贵。白萝卜5.9，白萝卜最便宜，白萝卜才5.9啊。青萝卜1.49块。白桃，看看这边的榴莲多少钱？榴莲2.99块一磅，这也是冰冻的，冰冻的榴莲。买什么？哦，生蚝，也没有我们刚才吃那个大吧？没那么大，那个很大呀，一会咬物也。花蛤多少钱？花蛤799了哇！现在花蛤都卖到799了。你买什么？你买什么？虾。买虾干嘛？给你烤虾。给我烤虾。他这边虾多少钱？你买哪一种虾？这种的啊，499。差不多大的。499啊？因为我们家里还有。莫呀，千我讲。还千。啊？这个很贵啊，这649啊。他这种的还新鲜，这种比较新鲜一点。不是，不一样，价钱都不一样。这个大的。这个649的499呢？你看这个，它这个是不行，这酒。这颜色都不好看。然后这个酒。你要买这种的鲜一点的这种。就这种嘛。我觉得这个不一样，这个价钱。它这个刚打出来，你看这个。这些，加我这些。那个大头，这两家伙把它去了。月饼流心奶黄多少钱？40多块一盒。我靠！哇塞！我朋友大休学。不是，他可能不是这种的，不是这不一样的，但是差不多就是流心奶黄，它40多一盒月饼，都很贵呀。都是。随便都要30-40。这里面也就4个吧，4个月饼，40块，一个10块钱月饼，贵死的，剩我都不吃，还这么贵。啊，这种就便宜了，这种才10几块钱，16、17块。就我们餐馆连送的就这种的了，那个，就只有10几块钱了，这种价格都不一样，20多的、30多的、40多的。老恒香香港牌24，很多种月饼啊，美心月饼，我看一下。实在多，不懂得各式各样的月饼，不懂有多少。还有58块9毛9的盒子很漂亮装的，爷爷这50-60的都有啊，这边50多的都有。这还没你看到。啊？再来没看到在哪里啊？好，在这里。酸辣的，
要酸辣的，我们自己吃的可以啊。清香的。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是很小颗。没有微辣的。酸辣的。只有酸辣的，酸辣你炸太片啊。这个还不想吃。不是啊，它餐馆用啊。哦，切下去切。这不是酸辣的呀，没有微辣的。你做酸辣汤要用微辣的不是？蘑菇。不知道。袋子翻开呀，没有那种。他那些多的是，就在九龙仓里面应该有。你要那个叫的？不要。你炸菜一定要用这个牌子吗？你做酸辣汤无所谓，这个也可以吗？可以，这种的也可以啊。对，那个还不如拿这个。哪个啊？这种也可以啊，对啊。川霸王也可以啊，霸王买一点去做酸辣汤，辣味的。价钱不一样吧？你再拿个袋子来。好，都要给你拿去了。买十包吧。那个店里面很多，你们不要看它那种。可爱的。店里面很多。什么样的？里面什么样的？这最贵的了，五十多、六十多啊，这种。更棒。送人的。不是给好吃的，是给好看的。这送好看的。对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吗？走了。走吧，那边。Now it's expensive, but it's cheaper.哦，就这种的而已啊，四十多块，流心月饼。刚才我们看了那种也要几十块，别人送的那个爸爸送给爸爸的那种，哇塞，他朋友送的那种。I said it's 50. 我们现在逛完超市了，买完东西了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然后后面是买的那个炉具跟那个抽油烟机。这边开回去，现在起码也要将近一个小时吧。阿万，你导航了吗？不导航，你会不会开？不会啊。他不会开，你会开？那你会不会开？那你问他导航干嘛？他当然要导航了，他从这边从车上，他不从你才能接走。他从这边走，他不导航怎么走？那边更挤。